We all actor actually. You guys are all actors? Yeah. Nice. And now it's a reality show. So you guys are famous Taiwanese actors come to Thailand to run a restaurant. Yes. And that's to see what happens. Yeah. Right? You have some film in Netflix. We all have the work in the Netflix. So you can see many, many camera right here. Oh, yes. Yes, yes. And we bring the very special Chinese food to the Samui. This is one question. Yes. What's the AI? What does that mean? My name. Your name is AI? No, my name is Aicha. Oh. Open! Yay! Woo! Welcome! Come! Welcome! 我们两个礼拜的目的不是说什么把这边买下还是赚多少钱。对。我们要登上必比登。米其林必比登。我有一点难相信今天才营业第三天。我刚刚在房间也是讲一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每一天赚的钱写在这里。写在这里。我发现等客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好像说可以放松，又不能真的放松。王大陆是去发传单吗？有客人他去发传单。I'm a reporter。他是记者。他是记者。记者，我跟你讲。是米其林的。今天休息一下，再来就挂包了。我看起来像一个疯子一样。那我们下班喽，收工。虽然今天的业绩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我们的士气还是不能低落的。你跟他讲 ，This is the Chinese cuisine. Yeah, Chinese cuisine. 你说 It's nothing like that. 啊，苏梅，口什么？苏梅岛应该真的吃不到。没有啊，对，绝对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在 Google 上面有我们喽。Yes. 开放 Google 评论。Yes。你们是不接客了，还是还会继续接？啊、哦，不行，我要坐一下，他们腰会断掉，我跟你讲。会断掉。他们刚才只想喝的，我问他们吃点点心，快点嘛，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就过去问了。问一下，问一下。因为你们每次都研究很久，怕什么怕？他们就花很多时间玩起来，玩啊，讲啊。我若在外场，一定把他骂死。做生意这方面不是我的强项。这可能是我们目前在拉扯的一个状态。张姐的核心是作品，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这是另外一个很累人的事情。喜欢可以再多点几杯。我们今天目标是6000块，然后我们准备去买一个凤梨放在我们的吧台。你知道凤梨是钱呢？旺来旺来。对啊。我今天说真的，我今天没有打算要达到6000，我只是说我们。哪一天达到6000，哪一天庆功？对啊，张姐都这样子，你先休息吧，张姐。你就是开始宣传，看大家会来吃我们的菜。不要再宣传了，我们2天就要走了。马上就要发啦，2天可以冲刺。今天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是吧？今天6090目前。那你谁啊？那6090啊？我们只做一摊呢。今天有退步哦，退步了。我们没有退步，张姐，我们只做晚上而已，张姐。我们中午有啦，中午有做2桌了，不要骗人啦。是不是价钱太高？你那么看不起你的挂包？我们刚刚凉面都想要订到160，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订120啊，炒饭就是120啊。好吧。我们明天以这样子的行程来讲，我们如果又要做到晚上6点，对大家的体力负荷是非常大。感觉比拍戏累，看起来好像在开餐厅，所以就是好像一个 routine 的状态嘞。问题是我们常常开了以后，不一定有人来啊。就是大家都很想要把事情做好。11:30准备好，这样可以开始接客人。第一天哦，第一天哦，希望客人慢一点再来。我们第一次有客人坐到楼上，坐到楼上，没位置，没位置。I like that it has some entrance. You should have a fight you.日本맛이跟韩国日本맛이좀比较一桶맛이이도맛있다오맛있어요每天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一整天就等这一刻了。哇！哇！我们赚钱了。I'm not really a professional cook, but I just cook whatever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我们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我们是要靠实力赚我们的营业额，怎么可以靠这种小费来赚我们的营业额？靠小费，我怕我把苏梅岛买下来，写到5位数我不回台湾了，我在这边定居。You like it? Like i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s. We have. Oh yeah, it's a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Better than in Germany. Yeah. Yeah.我看本尼西，这后面本尼西可以了。3桌的已经是第3碗炸酱面。对啊，有点夸张哦。Miss John，
Your signature noodle is too delicious. No more. 最喜欢这种卖到不够的感觉。过来了。本地人很想当年的。我突然间觉得我好感谢我的奶奶，教我做了炸酱面。Honestly, I cannot. 真的是不是。Hello, 我们是不是不接客了哦？我的脚已经开始在发抖，这样。我身为这个厨房的一份子，其实蛮感动的。我们不是来苏梅岛，耶、yeah, ，我们开了一个餐厅。No, 我们接下来以后给人家看到，就是说，哎、欸，我有个作品在苏梅岛。